大家好，我是玉宝。那今天我们又会来到我们的挑战系列了。那今天我们要挑战的就是上次说到的，家里资源会变两倍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挑战吧。除了这个，然后这张地图已经有够慢了，然后它还给我两倍慢，到底要怎么玩呢？好啦，那这些。我先铺一下床，真的有两倍慢吗？怎么感觉不出来？对啊，的确有两倍慢，因为之前回来会有八个铁。尽量不要失望。还有木头哎，好烦。哦，对。它资源的速度会比我快，所以它有木头，我只有金苹果。我有可能可以挖掉这边，不行。我觉得我们要选一些快一点的地图。他来了，糟糕。为什么我怎么都挥不到他啊？你去吸啦！跑了吗？对他回来了。先单挑，再先单挑。OK， 吓死他了。OK， 有一个金了，买天梯吧。哦，等一下，蓝队去挖粉队了，粉队要爆了。那我现在去打粉队吧。但是不知道他的装备有没有比较好，或是比较怎么。我不确定，要直接打吗？你吓到！好了，那我们现在选的是这一张地图，这张地图比较快，所以，还是很久啊。别人现在都拿到三十几个了，我现在只拿到十几个，没关系。先做个防守，红队应该没有来，我可以买 TNT 的，我们先存起来。等一下，他叠很高，是不是？可修兵高，啪！啊，快点！我们的那个。资源速度会不会变得比较快？我们看看，应该会有吗？好像有吧，好像有一点点，就是变快。好，先吃一个金苹果。对啊，你看家里面的超慢，刚刚变超级，拿别人的超快，这就是差别。他在游戏里吗？他跳楼了，然后给我超多东西，谢谢。这样子我就可以拿到更多资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黄队吧。白队你在这边干嘛啦？好，你们先打架，我可不管事了。借过，这是我的床。不要去我家！不要去我家！我警告你，不要。对，这就是你去我家的后果。刚刚我觉得白队应该很生气的，我都想走他的床哎。
下白队、灰队跟我。哦，灰队在 我家附近，有点危险。来猜你怎么？白队，你可以去灰队吗？有啊，他要去灰队。这个操作，白队现在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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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走开走开走开拜托。Here we go。 白队现在血量也很低，对，他有在回血，不确定。我先让他下，好的，我掉下去。这什么破游戏？下去，是啊！我剩一滴血，不跑的，死球球，拜托不要追我，不要追上，不要火球我啊！灰队，不要拉闪 ，no， 灰队 ，no， 他在追我，对不对？不要追我，灰队不要追我。先杀，然后他真的在追，不要 fireball 我，他应该没有。啊，快点，买完 gap 就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做一个反击，或是我们先爬到上面，封路。现在的策略，然后他上来，掉下去了。他是这样怎么打到的？打他，从下面打他。OK， 好，成功杀死他。那我觉得我现在也要去别的地方拿资源，因为资源有点少。为什么就三个？有点慢，可是我旁边的钻石打也会变慢，好像有可能。继续，买这个。OK， 好，现在灰队在哪里啊？找不到他在哪？应该不确定。我看到他，他在红队。我先叠到上面，然后趁现在电梯掉，三四掉，他在追吗？对，他在追。转身 fireball， 我们成功了。我们成功了，第二次就成功了。我觉得这个挑战没有到那么难，只是你的制作铁跟黄金的速度比慢，但是其他队的速度都是照正常的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之后再继续挑战后面的挑战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